和我自己的身份一样，这样在香港工作的一种感觉。嗯，我觉得它很幸运，其实都碰到两个爱他的人，但是不知道，就像生活中的选择一样，你不知道你最后会选什么。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结尾会是什么样子。跟店里是完全不认识，我还有就是，我用力很强的时间追那个，对，但是一集都失败，因为他觉得我是。 很颓废的一个建筑师，然后他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没灵感了，然后就遇到了圆圆，然后就开始做了朋友，然后就慢慢的喜欢了他，然后就变成一个三角的故事。